太过突然啦，咁啊，梗系好伤心啦。即系其实嗰几年都接受唔到啊，我又喺佢哋面前又唔即系唔够胆话伤心啊，即系惊佢担心咯。好多谢阿曾生同埋冼生啦，即系嗰件事可以水落石出咯。十三年咧就咁过咗去啦。咁但系对于未亡人嚟讲咧，呢十三年系点过啦？咁大家头先咧听到一段嘅 opening 啦，就系我哋今朝去到浩园啊，嗰度咧就拜祭啦。喺十三年前今日咧，过世嘅警员啦，就殉职嘅警员啦，梁成恩啦。咁亦都喺个浩园里面咧，就巧遇佢嘅妈妈啦、细佬啦，甚至乎咧系佢嘅遗福子啦。咁亦都喺现场嗰度。咁头先咧，大家听到嘅咧就系阿梁妈妈嘅一段心声啦，咁啊十三年后嘅今日咧，依然咧都系好伤感吓，即系我哋都唔好意思啊，即系同佢谂住倾下偈嘅时候咧，佢都即系老泪中横。系啊，冇错。咁啊，今日咧，我哋呢一个日子咧，就拣咗呢个案件嚟到讲啦，咁就系《警戒追凶三部曲》嘅第一部曲啦，咁就系梁成恩嘅殉职之谜啦。咁啊，今日呢个日子就系绝对系最适合啦，咁啊，因为今日都系佢一个嘅死忌啦。咁就已经不知不觉啦吓，十三年啦。咁头先阿王 Sir 咧就话我计错数，我就摆上 Facebook 咧，我就话数一数个日子咧系四千几日。啊，王 Sir 你真系好精密嘅头脑，真系好细心。你话我计漏咗四日系嘛？就系嗰、那个闰年啊嘛。你知我呢啲啊五谷又不分咁样，嗰啲日月又不分噶嘛？唔好意思啊，咁啊系啦，你嗰个日子先系啱噶。咁就四千几日嘅日子啦，王 Sir 都我见到你嗰段心声吓，即系话其实对于啊。屋企人嚟讲啦，亲属嚟讲啦，其实即系每一日都好难挨噶，即系都系好伤心咁去，或者当然会淡忘啦，慢慢冲淡啦。但系即系嗰个痛仲喺个心里面，可以喺个好深入嗰个地方嗰度，好似今日即系问翻梁妈妈都会喊出嚟。十三年后今日都问翻佢，都系好伤心咧。都出乎意料之外啊，其实我哋自己听到都觉得。都会好正常，因为佢妈妈即系对个仔突然间咁样离开嘅话，真系好难接受嘅。正如头先佢我哋听到佢讲嘅说话啦，就系佢好难接受，即系当日嘅突然间咁样发生嘅时候，佢已经接受唔到啦。咁同埋当中咧，佢都有讲到咧，其实就话我哋冇出到嘅一啲声音咧，就系佢话佢好多谢即系所有嘅同袍啊，因为呢同袍咧喺十几年来咧都系当佢妈妈一样，冇错，就成日都打电话去关心佢啦，而且每年都会喺呢、这个今呢、这个三月十四号咧都会上去一齐去拜祭梁成恩，佢觉得佢哋大家系即系一个非常好嘅同事啦。其实佢讲咗几次添啊，系讲咗好多次，真系好几次，同埋弟弟都系噶，都系话。即不断都是说多谢同袍、今天我都请了一位当日的叫同袍相处的一个上司啦，就是徐能榜啦，徐 Sir 啦，就是前警署的警长啦，当日也是跟梁成恩就是一起 共事啦，就在这个梨木树警署，是不是跟大家打声招呼先啦，徐 Sir。Hello， 你好，我是老徐，你哋好。老徐是吗？不是，你老当益壮。我哋今日节目嘅应该都识阿徐 Sir 啦。系啊，你知唔知今日我哋上去浩园咧，系得啊徐 Sir 同埋阿王 Sir 今日第一次出镜嘅王 Sir 咧，系唔唞气嘅啫。咁啊，艾丽丽都好过我。佢哋唔系唔唞气，佢哋系唔喘气啫。我都有唞气，不过我有喘气。喘气，唔好意思啊，我用词不当。咁我呢啲就平时冇乜做运动嘅，好辛苦。但系咧都值得今日去，即系去拜祭下阿梁成恩啦。因为我都系其实第一次去浩园啫。咁亦都见到即系阿曾国恒啦，即系呢一件所谓外间叫做魔警案嘅另外一位嘅殉职嘅警员啦，佢嗰、那个即系墓碑咧都喺嗰度嘅。今日我哋都系献上咗一啲鲜花啦，系啦。咁其实我哋今日讲呢一个案件咧，就讲紧系十三年前啦，吓已经系不知不觉咯。徐 Sir 已经退咗休啦，而家我系埋少少个麦先。零五年退休啊，零五年退休，零五年喺青衣警署退休。其实真系好巧合地，你退休之前咧，其实就系呢一件案嘅发生啦。系啦，零一年发生啦呢件案，咁跟住后嚟到徐步高嗰件啊，即系尖沙咀枪击案系零六年，零六年啦，就
你退休之後一年就發生了最近有魔警案的上演，有加菲又出來寫了一本《死女逃生》，講回當日的經歷，剛剛我覺得這個時候都是很多這個事件的消息，大家都很關注這件事，其實雖然13年了，但這件事已經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是很記得香港的市民。 其實是件衣服黑色的，黑色的，不好意思，你自己脫下去就好了。那我緊緊什麼脫呢？逐樣逐樣來，好少這麼當眾除衣服。我想說回這個案件的話，我們不如其實做了一點製作，因為今次我們都希望做多一點製作，因為期外咪一起參與，因為他們都很想可不可以去拍一些東西，去到現場那裡或者去感受一下。但我希望今天的片沒問題，因為剛才第一條片已經出了問題了。 只有聲音畫面有片不到，我希望待會那些片沒事，因為可能有些機器上的問題。希望沒事。一路搶救的時候，一路就要帶大家去回13年前的今天。13年前的今天的下午的時候，是發生了什麼事呢？在警戒，大家一起去到現場。 喂，梨木樹警署報案室，地點在哪裡呢？石圍角村石圖樓A座552室，是不是？OK，我們立刻派人去現場看看。2001年的今日中午時分，荃灣分區警署報案室pass了這個投訴噪音的電話給梨木樹警署。 報案者在一個姓曾的男人，他的電話沒有來電顯示，警員叫他留下一個聯絡號碼。幾分鐘之後，五五二室，入面靜嘤嘤的，哪裡有噪音啊？ PC34345Calling總台已經到達石頭樓552室，但聽不到有聲音，麻煩給報案人手提電話號碼我，我直接聯絡對方，Over。 十多分钟，一男一女的警员出现。成恩，成恩，哪个贱人做的？在刚才报案单位旁边的防烟门前面，瞓咗一个警员，大量鲜血。 由佢身上嘅唔同位置流出，脑浆流满一地，死状非常之惨烈。根据法医报告，在死者身上一共发现5个子弹窿，有3枪在头部位置，分别系左眼眉、左后脑同埋头顶。 相信头顶的是第一枪，而且是极近距离开枪的，还有两枪分别是在左背和左肩射入。另外，死者左边颈部有擦伤的瘀痕。根据警方推断，
凶徒连开六枪，有五枪打中死者。他在夺去警枪之后，在死者背后开三枪，再在他不知倒地的时候，近距离再补两枪。死者身上的配枪、快速上弹器、后备子弹、计时叉，全部不知所踪。 根据化验师的报告，死者身上所中的是中空子弹， 确定全部都是由史密夫威信M10型.38左轮手枪射出， 相信正是殉职警员的配枪。根据上天的安排，究竟这一切是否都是上天的安排呢？为什么偏偏要选中PC34345准新郎梁成恩 在13年前的今日成为无辜的祭品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数到那个枪声的几下呢？叭叭叭叭叭那里，应该开了六枪，其实六枪，但是很奇怪，很近距离，但我们待会会再交代，有一枪是不中的，有一枪不中，是的，但是因为当时其实我们看回案情，就是凶手是很近距离射， 为什么会射不中呢？都很耐人寻味的，是不是呢？崔Sir，据我的经验推断，他可能拿着枪打梁成恩的时候，被他对方一托字的时候就打上，因为反抗，托到你，所以动了就射了上天花板，打回头，即是我估计的推断，是不是？主持人，你托那里， 幸好取材在这里，原来取材发表了，我听我的资料，取材其实是第一个到现场的当时，还有同伴一起去过，因为报纸就说有一男一女去到现场，原来今天听取材可以埋咪一点，就说回原来当日，因为你就在这个离墓树警署就接到这个报案，就是有人说有人晕了，然后你就跟几位伙计一起去，即是当时就我听到电头说有人晕了， 一晕咗之后，我哋队长、副队长唔系咁注意咧，就揾警员去。当时咧就追叫，就话有一个着制服嘅人晕咗，咁咧就又差人去啦，准备叫人去啦。第三次电台call嚟话有个着住制服嘅警察瞓喺地下嗰度，当时我就喺嗰个警署嘅楼下，我大喝一声，警察有人着制服晕咗，好似听到有枪声，喝一声，我非常之大声嘅。点解咧会分开三次有即系唔同嘅嗰个？电台call落嚟，电台call落嚟，但系电台点解会收到即系有三个，即系有少少唔同嘅消息咧？即系好似多一次少少，又多少消息咁样。点解咧？可能系有人报案，我估当时有人报话话佢话有嗰边有一个晕咗，第二次第一话好似一个着制服嘅晕咗，咁样差人。 电台追落去那个边个报案的时候，那个电话小姐有人晕咗，那个问佢咩事晕咗，咩人我着制服噶，唔该你再睇，哦，那个系差人嚟，咁样先好严重，即系佢一个，所以消息慢慢会咁样，咁亦都即系反映到当其时大家系几心急，因为佢可能听到人个报案人讲一句就即刻去call落去，再call一句又再call落去，再问一路问一路call，问咁我觉得有差人晕咗系一个非常大件事嚟嘅，咁我喝得好大声，个差馆都震埋，咁啊留意楼嗰个。 帮办个队长，那个林帮办落嚟冲落嚟，一个士沙冲落先去嘅，咁我落嚟一个警长，即系今朝见咗个警长阿梁哥，哦，今朝见到系一个督察，两个士沙，咁我一开一声个司机嘣嘣都飙出嚟，咁我用啲叫做曲飞啊，哇！个飙最严重嘅，冧山崖死人大现场就赶去，我高哥我离开警署咧。 去到嗰度都系8分鐘到啦，七至8分鐘，七至8分鐘，到時我係跑得最快嘅。我相信啊，今日你都行得最快。我開已經開到已經掹定支槍，一裝個頭一掹門，有冇嘅見到個警察瞓喺度，一瞓喺度嗰陣時，我就喺個側櫃嚟嘅，就係一個5252係幫我側櫃呢邊，咁我叫個警差去拍門，叫個警長去拍門，個差人啪啪一拍門。 咁我就揸啲槍去掩護掩護，拍幾個都冇反應。咁我兩個嗰個督察同嗰個另外姓梁嗰個時差就半身跪喺度。
檢驗這個火機一定要用槍戒備因為不知道還沒有武器因為當時很害怕你有沒有戒備當時很害怕檔子過你就沒有穿就這樣我在戒備那時候槍不見了那個最後被子彈不見了之後我跟我打個眼色因為那時候我覺得應該追而控我第一個去追的你當時我剛才看到那些照片就是說水蛇你整班人就在後樓梯的衝上去就沒有搭升上去所以後樓梯一推出來的時候其實當時梁先生已經躺在門口了直接在門口了幸好那個拉門一拉門出來就見到梁先生就在外面那你當時你會追去哪個方向呢我就 下面的街坊很愕然為何有警察沒有那麼不合適徐常想問一問你由房間門的最來原來的地方走下去沿途走下去或者我們一邊說的時候麻煩爹地出一出照片其實由第七棟這裡看到就是事發單位 拍到都沒有開門因為根本那個人是沒有人在家出了門口他還騎駕馬上去看因為他旁邊有那些氣槍我們看到那個進口是一個掘頭巷有一個單位在那裡我們去到現場都發覺其實大家都看到那個兇徒 應該就在取蛇跑上來的位置潛伏即是左手邊的他不可能在右手邊因為右手邊完全沒有位置躲起來他所以可以躲起來給梁先生看不到的話他應該只可以在後樓梯的後門那裡只有一個位置那就是12那張照片大家待會就會見到他有個房煙門就剛剛在551的單位旁邊那裡所以根本推測當時 那個兇徒是哪個位置其實沒有其他位置可以躲的只有這個認同嗎取上當時頭向這邊其實也可以待會給大家看看其實當時他是怎樣服屍在現場那裡 有一幅新聞的圖片看到有個女警當時應該遲了遲了一定是遲過取上他們去到遲過我們遲過他當時想拉布遮了現場但很多記者已經衝了上去有些記者拍到一些照片看到梁成恩先生的服屍位置頭部是向我們畫面的左邊第八和第九張照片就會看到是那個命案的現場當時其實 18至20分鐘追不到我們來到的時候我來到10分鐘到現場去10分鐘走我追的話應該比遲了18至20分鐘追不到你跑了很遠現場的時間非常短我一路跑的時候叫電台通知台長要增援通知警司增援 很快之後應該已經有大批警員到非常快非常快如果是住在荃灣的朋友可能就會比較熟悉石圍角村因為其實我不太知道我只知道在荃灣的山上根本去的位置在哪裡我完全沒有概念去一去就比較了解到原來那裡是一個怎樛的一個屋村很靜因為我們那天去的時候剛剛好是12點鐘午的時候 好像人影那樣的時間很多時候很多屋邨雖然都有很多人都出了工作但都很多人很多老人街附近去走但在那個屋邨我們當日去到都不覺得都不是很多人很少甚至乎下面有一間幼稚園我忘記了2001年的時候會不會有間幼稚園當時是因為未放學時間完全是沒有人在街上很多空曠的地方還有其實那個兇徒如果大家有機會看回一個地圖就是這個兇案發生的石頭樓其實是位於整個村最
左上角那裡，剛剛那個多層停車場旁邊，紅色上面那個紅色就是多層停車場，紅色左邊，畫面左上角那個藍色那兩棟就是石頭樓的A座和B座，事發其實就在B座。 是B座的，因為我剛才也交代了，有一個故意的誤報，其實兇徒是完全想過這些位置，這個是最僻靜的位置。後來旁邊有一個多層停車場，但是我猜他應該不會泊車在裡面，因為如果泊車在裡面太容易被人追到，很多人徒步走，是的。 其實這個石頭樓的我們畫面的左手邊那邊的方向走去應該就是剛才阿Sir說的陸陽新村那一邊，右下角陸陽新村，右下角陸陽新村，這段我最到那裡，其實他完全是選過所有位置的，他不是隨便選一棟的。如果住在石圍角村附近的朋友，或者這宗案你有什麼你知道或者想補充一下，可以打來1831139，我們的電話隨時開放給大家。當日我們覺得 當日去現場的時候，再看新聞報道，當時那個虛報的電話打去尼木樹警署，甚至乎第一次不是打去尼木樹警署，是打去全部不知為何會打去荃灣，究竟動機是甚麼，待會再研究。尼木樹警署的報案室的電話收到的人說是A座石頭樓的A座552室，但我們最初以為是否很難， 其實基本上是B座，不是A座，我們就想是否很難分，是否他故弄玄虛還是怎樣，我們去到現場就發現 一點都不難分，一看就看到B座。 其實A座本身就沒有552室， 根本A座是沒有552室，而且我們也試圖在A座能不能夠直接走過B座 是不行的，是走不到的，中間是完全沒有位置可以在另一個大堂上去，其實就不明白那個兇徒為何會這樣，還是他真的搞錯了。這個兇徒當時，如果假設當然有網上說 誰知一定是他，沒有一個必然的關係，但我們現在假設都頗大機會是，報警的人就是想引誘一個警察去到現場，然後搶他的槍，故事就是這樣。但是首先為何要打去其他警署，他究竟搞錯了這個石圍角村，相信你是極度緊張的時候搞錯了，一個人做事 混淆了極度緊張的時候，你意思說那個人其實應該是本來沒想過是故意打錯的，極度緊張的時候，有時尼木樹就好像尼木樹以前就被葵涌差館管過， 葵涌差館不要入踢去荃灣差館管過，所以可能搞錯了。我自己就有一個小小的陰謀論，我就覺得因為後來有人說這宗案都是徐步高做的，所以就稱他為魔警。尼姑勿論是不是徐步高做，我們不要討論。因為我為什麼會覺得他會打去荃灣之後才再打去尼木樹，我覺得他有少少故弄玄虛，就是因為他知道警方一定會追蹤究竟這個電話在哪裡打去哪裡先，他特地就打兩個差館， 就好像扮到對警務、警署方面那些很不熟悉，讓人可能不要直接聯想到你是一個警察做的，因為如果懂得打去尼木樹警署，我想很少人認識。但是我今天問過 徐Sir， 我最初都以為是我們凡是市民有什麼問題當然是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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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因為我們在派出所寫著 打1038三都會懷疑,利務署報案室,荃灣1038三都查到。當時他打了荃灣線,荃灣接聽的警員就告訴他,這裡不是我們管轄的,就給了梨木樹的電話,他直接打去。他有少少錯誤,知道他是錯誤還是特意搞錯,總之他就打了兩個。有兩種說法,他特意賣劃警方的調查方向,但是他可能極度緊張的時候就會搞錯了,因為梨木樹差館就這樣,以前葵涌館的。 就不要梨木樹,梨木樹踢到荃灣館。現在是不是沒有梨木樹警署了? 現在沒有了。 那怎樣入面那些? 當一個...
報案室或者招架猛有人坐給接受你報案或者我們等一些雜物就沒有了其實為什麼會拆掉呢沒有那麼多人什麼沒有那麼多警力即是你要一個分局一個警司有兩個大幫要派二百多人來不如這樣集中資源資源去傳回給傳回你無數當然反對這些市民搞錯報案我走下去傳回出管部這樣在這裡當然要問一下今天首次出鏡的菠蘿包我想問一下菠蘿包你有什麼補充呢對於這個虛報電話因為當時很多研究為什麼這個人這麼奇怪會打電話去那裡虛報然後又報錯了資料然後又引誘了一個警員去到現場搶他槍甚至殺了他關於虛報電話那裡你怎麼看呢你自己 我推測就是一種巧合這個電話未必是兇手打過去的你是不是聽了徐Sir說其實每天很多人虛報虛報噪音很多所以你有這樣的推測因為很多人玩電話都虛報噪音但這麼巧合其實在這宗案來說有很多巧合 你意思是不是說那個兇徒真的躲在房間門那裡剛剛撞到一個警員然後他就想起要搶他的槍還是怎樣呢如果兩件事沒有關係的話如果沒有關係的話還是說他可能在街上跟蹤這個警員上去呢會不會呢撇除了噪音這個虛報因為他是A座和B座大家知道不相通的搞錯了如果那個是警員 不是有良誠因可能已經放棄了因為他A座就沒有那麼疑實那麼保回去而已通常不保回人講錯你這個又是另一個巧合其實電話找到報案人所以為什麼那個電話未必不是兇手做的電話是直接找到報案人是找到報案人只不過因為那個警員說的電話被你聽警員講錯了電話聽錯了復述的時候復述錯了這個真是一個很巧合因為其實我們一直都相信同一個人兇徒就是打電話去然後引誘警察上去然後就落手但如果剛才網上這個推斷其實 可能這個兇徒跟蹤某一個警員或者在石圍角村他知道午餐時間是最少警力也有可能有警察巡到石圍角村其實他就看到這個警員之後他就跟蹤他上樓都不出奇我想這樣計算他應該播的地方是五樓他躲在六樓看你上來跟著那個警察呢 因為那裡其實在網上看到樓下看不到因為那裡很高但跟著你要戴頭髮又不方便你明白嗎那些腳步聽上樓梯他通常都會裝人的話以我做警察的位置就說我在五樓那裡我會站在六樓七樓那裡他聽到無線電線咔咔咔咔咔下來但因為我覺得因為這宗案件是一些小案件投訴噪音相信如果梁誠欣警員 我覺得他會循正式的大堂搭升上去他就不會這麼急在後樓梯衝上去因為其實又不至於去到這麼趕這麼危急不同的水蛇衝上去那一下就知道很危急我覺得他應該會走回普通的大堂正常的住宅上去五樓就算了至於兇徒是怎樣我們大家都無從稽考但最終就是有個兇徒在那裡捕到他還有當時也有一個臆測就是這個兇徒究竟是不是 認識梁誠欣然後有目的性去殺他還是隨機的呢隨機為什麼這樣看呢取材因為一個警員我們知道他的背景他又不賭錢又沒有賺錢沒有圖色他又沒有政治背景什麼都沒有很正常的背景很正常的警員很乖的你就在目的就說 我就去唱一個直覺但是會不會背景這麼正常如果有一個有心人想搶槍就選一個背景這麼正常的警員令到警方調查的時候更加困難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沒有這樣的想法他總之就找一個警員比如我猜他當時如果我是一個六尺高的人我不會找一個七尺高的人 你五樓上來我六樓看這個東西我認識得過等於我們制服你好像要我去制服你的話我就不會了制服你也不會了年紀我就裝你這個可以
這個案件有很多巧合，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巧合，就是陰差陽錯地本來去石圍角村處理這個投訴的人不是他們。你解釋一下當時為何會調轉了人呢？警察都要吃飯，警察吃飯會分三段時間，早上12點和1點。 你爆了最大的秘密出來，繼續吧。這個不是秘密，原本梁成欣是吃12點的，理論上12點到1點的時間就不會在石圍角村出現。剛才提及陳子坤吃12點，梁成欣吃12點飯之後，12點那段時間就應該在石圍角村出現。那天早上梁成欣處理一宗 鬧架會好打的投訴，就在警署那裡。然後鬧公就拿了11點，他上司說既然你拿了11點，如果你12點鐘吃飯就出了一個小時又回來就很麻煩，那你不如跟陳子君調更吧。那時候梁成欣吃了11點，就是這樣。所以這麼神秘點那宗噪音案件就交由了梁成欣去了。本來如果梁成欣不是這麼盡責，其實是那宗是陳子君去的，因為他接到那宗噪音就是11點大約45分。 我未成犯，你去做事先，都可以的，大家一起去本身比較勤力的投幫人，我就跟陳警官說我去做了一件事，你成犯吧。其實陳警員也很心寒，因為那個本身是自己的，還有可能他會覺得自己，雖然不是他的責任，但他會覺得很內疚，有人出現取代了他。做這件事的人，當一個打劫的人，如果我打劫的人，我想 我認識你5、6個心理上知道我不做你花家姐這麼厲害，我看看制服你，或者那個警員很高大威猛，他好像這個食物不要我攻擊你，不行，為何不注意下個星期再做。梁成欣本身也很高，一百七十七、177cm左右，如果要再高過他的人起碼有6呎，如果要6呎高才可以。他可能選一個比較斯文的人，有把握，他決定這件事做誰之前 他殺了那個1秒鐘決定，行不行？你明白嗎？如果是這樣，我看到報紙說，又不知真還是假，就說其實在這宗案件之前，有不同的附近的警署都是不斷收到那些虛報電話，然後打電話去又沒有那個人的。當時都有人說，會不會根本在試過幾個，他想試去搶槍試過的，曾經有這樣的念頭，然後發覺剛才你所說的 那個人選不是對的，所以他放棄了。我覺得就是這樣，譬如有時候走孖必的，有時候附近有一輛衝鋒車拍到的，那一個警員上去的話不制不過，下面有幾個槍在，你一個人上來就要花家姐，我都不敢吃他，一出了事警察立即增援，可能有這樣的可能。如果這樣，取材這樣說法，因為取材根本跟我們說過，當午餐的時間的警力理論上是比較薄弱一點，變成一個警員走一條必的話，但同時 會有衝鋒車在附近幫他做backup，但如果某個兇徒真的打算這樣做，趁午餐時間警力少一點的時候去下手，他可能需要另外一個同黨在樓下附近夾著有沒有警車在附近，又或者他特意選一個左上角，剛才我們看到的地圖之中最角落頭的位置，就是相信警車不會進去，警車可能不會進去。但其實他是用一個這麼短的時間，所以立即走的話，其實有車在附近如何呢？ 如果下面有個EU車的話，聽到槍聲的話，可能下面已經被人封殺了，因為警察對於槍聲的敏感程度就跟普通人很不同，他鄰居就聽到幾槍可能都沒什麼反應，但如果警察聽到幾槍這樣的聲音，肯定是會很緊張的，所以如果他真的會想起EU車這個步驟的話，我相信有同黨的機會都是有可能。在這裡要講一下關於單必孖必的問題，當時也有些呼聲就說當然因為他們就是不是走孖必
不是行孖必須就出事不如說說其實為什麼行必的情況是怎樣王先生可不可以解釋一下其實因為這個尼牧樹警署已經棄用所以在時間披露下當年的經理部署基本上沒有問題因為現在部署已經完全不同了正如崔日哲所說因為維珍警署的警力是非常龐大人手其實不是經常出現一個人手不足的情況很多時候他們本身都是行單邊的 一個警員行A的時候 另一個警員行B 即是同時行兩個區域兩個地方通常很多警員尤其是熟了警員都是自己行孖邊巡兩個區為什麼他們喜歡行孖邊有談有說好像安全一點本來是一個人巡兩個區變成兩個人巡兩個區但到吃飯的時候就剩下一個人巡兩個區 因為警力薄弱這個說不通又或者他不是那麼熟悉警力因為一般人都估計在午餐時間是會少了警力這個很正常估計到但他未必知道原來有EU車的cover知道其實他很熟悉只不過當吃飯的時候是一個人走兩個區的時候這個人走得很累其實自然都反應都慢一點而且你剛剛吃完飯 反正工心警覺性比較低或者未吃飯又肚餓警覺性又低明白我在我們推測疑兇當時估計大家有些什麼推測甚至乎又拉了一些人但都放了冤枉冤枉我知道那裡有一堆人總之無緣無故被警察拘捕就說跟事有關警察都會查很多人但我們不如在這個時候有少許時間十二點前講清楚究竟他的傷勢 當時他已經中槍的位置是怎樣當時還有一張照片是16、17、18都是可以播現在就看一看梁警員當時他中槍的位置在哪裡王Sir交給你了一個左邊的主要是否還在左邊那裡其實有時候中槍位置隨時間是有不同的當時看到和法醫驗出來 但法醫官就說他第一槍就中頭部但到最後都確定了是第一槍中頭部天靈蓋的了因為以法醫為準因為始終都不是一個法醫沒錯接著如果根據法醫的說法開頭說法是打了頭三槍接著再打前面三槍兩槍一槍打空如果根據法醫最後的報告天靈蓋頭第一槍 是垂直落的即是從高角度打下去另外一槍就是背部亦是從高角度打下去另外有三槍打在他的左邊身體但這個如果根據法醫的報告就比較奇怪這三槍都是離地不夠 三尺很矮的支槍是掃過去的其實我們稍後會有一段片我們模擬的片段就會看到我們估計的兇徒大概是這樣做於是就做到剛才法醫說的那種傷勢因為一定要模擬一次出來大家才會明白現在我們只是給一個概念大家究竟中槍的位置但大家剛才聽到我們一開始播的廣播劇裡面說那個 怎樣背部先中三槍其實是最初出來的版本因為當時一開始發生是怎樣我們就如實交代給大家但原來之後開完死因庭所有報告出來的時候就不是剛才你所說原來是中了天靈蓋的一槍另外我想很多人都問一個問題為什麼要打血五槍呢
第一槍已經是致命的，為何還要補多後面的四槍呢？最初推測就說是很討厭他，所以打多幾槍，出於仇恨，或者那個兇手本來就不會被人認得到的，突然間被認到，所以很生氣，所以打多幾槍。還有一個說法是精神病患者，可能是 亦可能是故弄玄虛，有些人是故意開了幾槍令你又在調查方向又查開了都未定，其後跟軍火專家和法醫終於解開了這個五槍之謎，我想稍後解釋一下，因為這次很開心請到一些奇案迷，甚至乎是民間的槍械愛好者，但是很專業的，他跟我們解釋回去現場模擬一次 究竟整個搶槍、殺警的過程可以是怎樣，因為就算你看完一大堆法庭的新聞你都不明白，可能你都不知道為何他會這樣躺在那裡，為何一個新會中這麼多槍的呢，都是跟他一些心理和兇徒的心理是很息息相關的。現場你看了圖的最右上角是看到一張警帽， 那就扎住幾張口供紙，為何在警帽下面有幾張口供紙呢？會不會是一個signature呢？這個要問徐Sir了。這個亦是研究了很久，為何會有幾張口供紙扎在警帽後面？如果他是跟人打鬥或者是被人槍殺那時候，為何警帽會扎住口供紙呢？網上你跟我說，原來口供紙是不是你跟我說？ 公子是攝在帽子裡面，很多都同事都是這樣做，很多都是這樣做，我以為是有本記事簿，不是的，記事簿就太過重了，記事簿太過重，這個當時跌了幾張口公子出來是沒什麼問題的，沒什麼問題，稍後我們就會在12點之後就會將這宗案，因為其實都整件案其實後來經過幾年的發展之後就叫做所有石出，所以找到究竟是哪一個害他，我們所以今天我們這個警戒三部曲只是第一部曲，之後就會 下個星期兩集都會講徐步高這個人物，以及黎成的案件、尖沙咀的案件都會一一交代，希望可以去現場模擬情況給大家，讓大家更加深刻了解這個案件。在這個時候要講一下，其實都希望各位的朋友，因為我們現在徐Sir 我們玩全民參與查案，去搜集證據，現場錄影，亦有一些聽眾會上來我們的節目報時，或者現場感受一下講一些案件的氣氛。今天亦很高興請到我們奇案迷的其中一位成員， 他是我們的fans， 就是Terrence， 他上來90後。 還在讀書，就說都介紹了好幾個朋友來聽，所以今天就交給你幫我們報一下天氣，緊不緊張啊你？緊張啊，都緊張，緊張你還不給他一張天氣，他真的摸起來他更緊張，我都很害怕。但由於你是第一次報，所以就考驗不要那麼大，你就報了上面那些先吧，稍後我想問你幾句，剛才聽我們現場這樣說，你自己這個案件你當時應該出生了19歲了，出生了，但是未 未有認知這宗案件，即是覺得是一宗殺警案，六歲，都是在吃飲汽水，很童真，都不會想這些東西。及後大一點的時候，有沒有可能上網，現在很流行上網，什麼資料都找得到，會不會有接觸過這宗案件，看過他的資料？徐寶高聽過的，但梁誠欣比較陌生一點，可能今天才聽。可能未知道其實這宗案是有些關聯的。其實今天在浩源見到梁誠欣 其實我初時不知道是他，這麼高大，他的高度跟你一樣，你知道嗎？他13歲，但是差不多6呎，6呎多，剛剛說梁誠欣好像在說我一樣，有點像，有點像，是挺高大的，他的兒子13歲，比我矮一點，挺高大。
他就19歲了,見到梁成英的兒子,其實他都挺茫然的,他都不太知道整件事是怎樣,因為他跟我們說,其實我都沒見過他,未見過爸爸,我想他都心悒心悒一點,但那一刻不知道怎樣表達,可能又怕醜,見到我們,兇神惡煞,可能害怕了一點,可能是你的問題,我現在都很怕醜,怕醜,怕醜,因為坐在王sir旁邊 因為有位嘴上在這裏兩大黃氣在這裏 你今天行山那一刻真的拋離了我們發佳姐就不是兩口份所以體力差很失禮你真的很健康你這麼瘦不關瘦肥事的這個是不夠血氣就不夠血氣的所以真的要做多些運動好了這個時候差不多了要準備一下就給期外迷這次就破天荒第一次就好像未做過任何電台節目今天有沒有跟我兒子聽著 有啊,他有聽著,所以你很緊張了,是嗎?很緊張,他本來不緊張的,你不斷叫他,他很緊張,現在很緊張,你報完圈住那一撅,然後就把下面的交給你隔壁那個就可以了,好嗎?本來就很緊張,你不要叫我,我兩個不用怕,好了,準備了吧,時間一響,現在是12點交給你Terence 現時溫度16度 相對濕度是71% 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就是一般監測站中等路邊監測站就是中等的現在輪到王sir跟大家報告今天的天氣預測今天大致多雲難怪不見馬航這麼多雲怎麼找部分地區能見度低早上天氣稍涼氣溫普遍較昨天低2-3度 晚上有一兩陣雨花姐雨褸記得預料該季候風會在未來兩三天被一股和暖的海洋氣流取代廣東沿岸天氣將會轉為潮濕有霧更加難找馬航本港地區3月15日星期六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部分地區能見度低初時有一兩陣驟雨氣溫介乎16至20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 初時就風勢清勁展望隨後數天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和暖天氣報告完畢以下節目可能含有成人內容不適合18歲以下人士收聽收看敬請家長留意 東頭灣道99號 主持花家姐艾力力嘉賓主持王sir喂師兄射住啊 同梁成恩调了间的警员陈子坤见到梁成恩来接间的时候叫他记得关照自己想不到就只成为两个人诀别的说话可惜幸运之神并没有关照梁成恩他在石头楼五楼梯间遇上的只是死神身中五枪之后他就结束了短短23年的人生留下了一个很爱他的未婚妻和一个遗腹子孝顺、正直 友善这些都是梁成恩留给身边人的印象徒死狐悲当见到一个这么好的警员血肉模糊死在自己的枪下所有同袍都悲从中来梁牧树警署弥漫着一片的哀愁无目击者现场线索欠缺杀机不明随着时间的流逝梁成恩殉职的真相就越来越渺茫当时大家心里面的共同愿望 就是希望他可以早日沉冤得雪。
記得當時新聞紙都有說韋福子的未婚妻過兩個月就結婚拍了結婚照當時也有些報紙可能有少許煽情說他的未婚妻說我終身不嫁都要為他守住家庭和兒子 剛才說當時的同袍的願望就是希望沉冤得雪當時阿水常不如說少少當時的感受當年的感受是怎樣當時大家非常難過還要對付那個OK的查首先查我們查內部是怎樣查法呢其實會是查法OK的同事問我們上級的就問他下級的背景有多少就說多少 警員對警員就問梁先生的背景是怎樣有沒有同過不去有沒有前妻同息完全沒有很正常上班放工拍拖顧家孝順父母的生活圈就問先對付自己接著我們看我們的監督有沒有出錯程序上等等有沒有什麼錯即是你出了事之後你要隊長副隊長要負責幫辦同我們事實有沒有監管到有沒有保護他們監管是完全沒有出錯的我就九點警員出門去辣椅辣到十一點幾才回來吃飯的我就過兩個小時我們所有的上級都出去的除了幫不辣到做寫字樓沒辦法我們全部都出去的這樣就會對你當時 甚至乎其實過去的現場基本上是只有這裏面有閉路電視在形形的時候應該都沒有什麼都沒有的那時候很大呼聲大家都覺得會不會是警員做呢很大的感覺沒有想到但他這麼利落搶了槍又好像很熟悉的他們的運作會不會有些懷疑呢我覺得這班你當時就是這班是有組織想謀取槍的人想吃大柴飯的人來的那麼會來搶槍的人多數都是香港我們猜到是香港人 因為香港人不熟悉內地如果你那時十幾年前買這槍不計2萬2萬這麼難的槍應該是香港人搶的因為他們可能買不到槍所以才有需要去搶槍去犯案你覺得是黑幫分子做的居多是的有組織的不會想到內部當時你可能想到犯案的不止一個人兇徒不止一個人都未定 我相信當時制服警察都有幾個人當時會想到會不會超過兩個人這裏提一提搶槍案根本就是少之又少但到數在1993年的時候其實有一位叫吳家永的警員他就在白田村那裏其實都幾類似被兇徒用刀劈死了然後槍都搶了那都是沿案一直到現在都找不到其實大家都不知道是誰做的都是單這樣的案件所以當時其實罕有地竟然是一個警員還要被人開五槍殺真是無法無天的那時候大家所以都是很害怕其實作為警務人員自己都人心惶惶的 怕就不怕不過那段感情有點傷感尤其是你利木樹的人做警察就不怕但我們一個同事被人殺當然對我們那個心理我猜梁成英的人緣都很好非常好因為我看到今日在十幾年之後他仍然很多同袍處長都回來全部都去拜祭他 還要約他媽媽一起去我想大家的感情其實真的很好 斯博人看他是我們以前的
李牧樹的總督察，今天都警司姓劉劉京偉私傍提律，施先生是西人總警司，有新用帶過警長，兩個一起來，溫火機散了，似乎十年，因為大家都已經分開了，不同環頭，但都依然有兩成一的關係，都今天都聚首一起，不錯，當然感情真的非常好，溫暖感真的，都挺激動，說起溫暖感，警隊文化又特別團結，我記得警員都是，其實我們都要事後去到戲獄，說回究竟當時這個匪徒是用一個什麼方法搶了這支槍，是否這麼容易搶的呢？警槍，還有為何要這麼冷血開這麼多槍呢？警方一直很強調警槍很難搶的，但以下的示範其實是很戲劇性的，你不要以為這樣就搶一支警槍。我們這個下面的片段是我們自己估計的，可能當中有很多東西不是實情，但希望給大家了解一下，大概了解一下現場的情況，還有 大概會發生什麼事呢，大家可以再想想，但我想提醒大家上了live旗外媒會的創會會長Eddie，一個飾演徐寶高，一個就是梁成恩，我們就推斷，根據法庭上面的口供各樣，我們就去推斷究竟當時是怎樣殺害他的，不如我們現在就去片了。 當時估計這位就是扮演梁成恩的Eddie， 我們估計他去到事發的5.2單位曾經拍門，當然我們現在快速了，他很快發覺沒有人回應之後，他就試圖叫回總台之後再打電話給他，我們估計他當時是因為這樣而另轉身，兇徒是有機會出去就去搶他的槍。 然後他有一個小小反身的動作，就將梁成恩就搭了下地，於是乎他是背脊向著兇徒，兇徒開了兩至三槍之後，然後就將梁成恩反轉他，就在正面再開幾槍，然後就逃走，這個就是我們的估計他的動作。當然我剛才我做的動作是比較慢一點的，也不是太細緻，希望大家了解一下可能就是這樣的情況，因為為什麼呢？因為根據法醫的判斷就是說， 是他後面中槍，而且是從高角度射下去，我們當於在現場研究為何可以由高角度射下去，因為梁成恩都差不多6呎高，沒可能高過他那麼多，於是我們就估計是箍他的頸，我們可以再看一次。 梁成恩有沒有6呎高，差不多170-160cm，都不是矮的了，他矮一點，他因為他背向了房間門，於是就有一個機會被人從後衝出去制服他，因為那裡在由房間門衝出去只需要大概1秒2秒，其實當時如果他是在聽電話的話，其實他是很難有反應的，而且我們跟這位扮演兇徒的這位仁兄，待會我們介紹他，他就大家研究過，當他一隻手 左手拿著電話通訊的時候，兇徒走出來的時候一手拿著左手，然後再用右手企圖搶他的槍，然後再向他自己的左邊整個身好像搭油道一樣反他落地的話，其實梁成恩是很難反抗，因為當時他已經沒有了一隻左手的抵抗力，而且在這麼短的速度他未及反應之後就被人搭了下地，而兇徒就立即順勢拔了他的槍之後就從後開了兩槍，但至於為什麼兇徒要 開了兩槍之後還要故意把他反轉身，然後在正面開幾槍就不明白，其實我還有一個我自己個人的感覺，就是其實如果兇徒純粹是為了搶槍，他是完全不需要開槍殺死梁成恩，搶完就走，因為他從後攻擊梁成恩的時候，他有很大把方法令他失去攻擊力，例如用棍或甚至有電槍或其他東西，根本上梁成恩是沒辦法反抗，在那一剎那 他要搶槍是有很大的機會搶完槍就直接不開槍沒有驚動任何人之下就走了，但是他要搶完槍之後就要拔槍出來，還開了6槍，還有網上我想問一下，如果他一個兇徒他想搶一支槍，當然他要使用，他都需要子彈的，為什麼要這樣去浪費那個子彈呢？你自己覺得他有什麼推斷？這個跟警察用的子彈有關係，這個就叫中空子彈，香港警察是用一個中空子彈，不如待會給大家看一看，當日其實那個點三八手槍是左輪手槍。
以及那個槍套直拔式的槍套是怎樣的，還有中空子彈是怎樣的，等一下風都會有介紹的，我們那個朋友仔，不如Daddy可以開始play，就是說22至25可以一直play。 22現在這張照片就是一個直拔式的槍袋，當時就有些報道說這個直拔式的槍袋其實要搶槍不是那麼容易，網上你覺得呢？其實很容易的，但當然是有一個技巧的，基本上如果要搶一支槍而你懂得技巧，基本上就一秒之內就拿一支槍。我看到那些報道說因為它的直拔式槍袋它一定要 是不是要打直抽不到出來，水水不如你解釋一下，其實難不難，如果一個人要搶這支槍難不難呢，你覺得難，要搶這支槍任何人都搶得搶到，你首先制服這個警員的體能才能拿到這支槍，是的，就這麼簡單，不計這件事，不計這件事，不計這件事，拿不到這支槍，按不到 按不到，如果警員自己按實了的話，如果警員自己按實了的話，不就是拿不到槍，換言之，如果你的手離開了槍袋，基本上就搶了槍。聽說還有一個扣是扣實了槍的某一個部分，是你要鬆了那個扣，然後才可以能夠直拔那支槍出來，是不是有大概這樣的設計？有這樣的設計，但如果你本身熟悉設計的概念， 那你就很容易拔那支槍，所以也有懷疑，這個兇徒本身要不就是警察，要不就是他很熟悉槍械的運作，所以他知道那些槍袋、槍是應該怎樣用、怎樣拔、怎樣能夠很快速地拿到出來。而且有個不幸，我們估計當時梁成欣因為他在聽電話，他背向了門。 其實如果正常一個警察做一些大件事的話，我相信他警戒心很強烈的話，他後面一定會找一個沒有空位被人走出來的位置。如果他是正面面對後門的話，其實兇徒是沒辦法出來襲擊他。這件事過去我想提醒梁成欣，我背脊是這樣走，走10米望左，走10米望右，走50米要向後望。 你意思是你曾經提過他兩次，你曾經提過他兩次，要這樣拿一把，你不知道背部是這樣的，你貴姓，你因為要保持自己是一個不會被人攻擊的狀態，有什麼事放下，什麼都扔下，拔槍，拿本簿，拿手提，你們攻擊我。 但我相信因為他平時都會聽到你的教訓，他都會這樣做，但當時那一宗比較小的案件，只是一個噪音的問題，然後上到去順手敲門之後，就順手拿了電話，我們估計他出來打的時候，動作很自然地聽著走兩步，再反轉望著報案的單位， 就剛好在那個時候就在後面被人攻擊。其實我們現場試過，我們的演員在房間門後面其實是聽不到外面的聲音的， 因為那道門都頗厚，如果他沒有開過罅出來的話，其實是聽不到外面在做什麼。當然他可以看到，因為有些玻璃位他睄到那個人，可能他就是看到出來，當時他見到梁成欣是背脊，所以他趁機會衝出來。如果他見到梁成欣是正面的話，我相信他是不敢衝出來，因為他是不可能救他快手。 但因為就是背脊對著的時候，梁成欣就很不幸，他很難去還手，就在很短時間之後被人制服了。要補充一下，大家看到這個我們因為模擬片段就簡化了，其實他當時殺完人之後，他是拿了所有東西，身上所有東西、後備子彈、什麼快速上彈器，還有那個計時器那個簿都拿了。然後他還要在將那個口罩跌在現場，那裡也有很多血跡在附近，有血手掌，但那個口罩後來就成為一個重要的證據。那個口罩是很重要的，因為那個口罩是驗到有 徐步高的DNA在那裡，是不是？黃Sir，對不對？我這個說法，但現在來說，經過這麼多年之後，科學鑑定神話就已經不存在了。我們以前就說你現場有什麼有你的DNA或者有你的血跡或者其他的毛髮，就是懷疑你到現場。但問題是如果你現場有個口罩，有某個人的DNA， 咁唔代表人喺現場喎，可能係俾某個人攞咗你口罩擺喺現場嘅啫喎。
即是被人嫁禍的,即是意外地接觸到 銀行裏面那邊有指紋就沒得解釋了,如果指紋就沒得解釋,除非你斬了自己的手出來,要不是跟你的身的指紋,有另外一個就是你一定在現場,但如果物件,任何物件都由其他人可以拿來做到的。 留在口罩的DNA就不會容易這麼少,少到機會驗不到 徐寶哥的DNA或者衣服的纖維等等是找到的 其實是沒有的,在法庭上都沒有其他任何這方面的證據 今天我們找了這位槍械的愛好者去到現場的時候阿峰其實都解釋了很多關於現場他再仔細一點講一下 你不斷這樣說話,你整個房間門不斷玻璃的 其實絕對是可以箍到他的頸頸而且我覺得那個人不是一定高過他在那個情況都應該可以箍頸因為他在後面跳上來一立的時候其實你都失平衡的如果他由下面箍你下去其實你反而中受襲者更加失平衡因為被人在後面不斷拉下去一樣是反應不來因為太快了而且那天阿峰示範了原來你用膝蓋撞一撞他後面那個叫什麼位置 膝蓋後面那個位置整個人就軟了就立刻躲下來了就會跪下的其實警員有沒有平時會有這些訓練去怎樣防止被人這麼容易又撞到人我本人我到現在每天都會舉啞鈴會去踩單車我經常鼓勵伙計作為一個步兵一定要手力腳力夠多點去舉啞鈴有什麼事你警察不可以一下帶他推他對方用手推他這樣拔出來 其實他箍頸的因素也是有個疑問的而且他本身的頸的傷痕原來是右頸不是左頸是右頸才對右頸才對傷痕在右頸那裡警察的風褸是邊位卡到頸於是有個小小的傷痕如果假定他被人箍頸的時候那個人是用右手箍頸就不是用左手箍頸 但亦有個問題,剛才黃Sir說過,他中槍的法醫報告是,譬如他頭骨的中槍,是在左眉骨出來的,左眼左眉骨的位置,我們推斷其實他用右手拿槍,於是他的後腦用右手拿槍
他的火槍就向左射出來，所以他就在左邊這個眉骨中槍而出了一粒子彈的。但如果他剛才王Sir所說的，就是他用右手來箍他頸，那個人就沒辦法去搶到支槍，因為他知道右手的槍袋嘛，槍袋在右邊，似乎他用左手的機會是比較大的，因為用左手左手，但是傷痕就不在左邊。我們就剛才想到，即是我們很牽強地想，不知道對不對，就是當他反身搭他落地的時候，跟住咪再抽翻佢正面去开枪射佢，抽翻佢正面嗰下咧，系会擦到佢嗰条颈嘅。嗱，呢个就法医嘅讲法啦，就话佢件风褛嗰个衣领咧，就刮出嗰个伤痕嘅，就所以咧排除咗咧，佢系俾人箍颈嘅。咁于是咧就系、是、我哋会谂啊，又唔箍颈，完全冇身体接触。咁点样可以制服到一个軍裝警察呢？這件事其實我們的專家阿峰也有解釋一下，不過這條片我們現在正在準備，希望一會兒能夠技術上的問題解決了就給大家看一看，因為他也有解釋到為什麼是可能會完全沒有接觸的痕跡呢，為什麼會沒有接觸痕跡這樣的。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啦，好嘛？我哋休息一阵先，咁一阵间咧，即系我哋搞一搞啲片啦。咁啊，哇！我哋今日个 live stream 好犀利，有成1300多人。系啊，因为你唔睇 live stream 咪嘥咗啊，咁啊。咁同埋一定有。今晚一定要睇啊，今日。取 Sir 因为唔明白嗰个。因为见到阿王 Sir 同埋阿取 Sir 添啊，仲有。两个阿 Sir 各自都可能带咗一大堆阿取 Sir 系咪已经 call 齐啲旧嘅手足？啲旧嘅手足一齐听系咪啊？咁啊，多谢晒，多谢晒啦，系啦。咁啊，今日咧都即系个 live stream 好旺场啊。咁我哋一千人好多噶啦。即是在玩的，在玩的。取材嫌少啊。咁各位你再上嚟再多啲啊。OK， 我哋睇一阵先。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以下节目可能含有成人内容，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收看，敬请家长留意。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主持花家姐、艾力力。嘉宾主持王 Sir， 咁当时就系即系晏昼10点几啦，系啦，咁你就出门口系准备翻工，系啊，咁你当时见到啲咩咧？呢度见到就瞓警察瞓喺度咯，我直情见到佢瞓喺度，系啦，咁你听唔听到中间之前有枪声嗰啲嘢？听到有三下。咁聽到有人走啊，急步走啊！我成日見到嗰度有袋垃圾喺度。喺邊個位啊？喺547嗰度啦。但你淨係聽到三把槍聲啫，但係聽講現場開咗6槍。唔知啊。即係你記唔記得嗰三把槍聲係點樣嘅？嘣嘣嘣定係嘣？連續嘅。連續嘣嘣嘣咁樣。只係得三把槍。聽唔聽到人呼叫啊？嗰啲咁。聽唔到。即係過程好快，跟住你就想開門睇嘅時候咧，就已經見到有人仆咗。封咗曬成條巷啊！我已經封咗。俾人落。哦，即係你出嚟嘅時候已經封咗啦。咁事後有冇話即係啲街坊再講呢件事啊，或者有啲咩？嗰啲有佢有啲便衣咧問翻佢哋啲情況。係咯。咁有冇聽到其他街坊講嗰啲咩？即係陣眼水妹就話有人拖垃圾，好似話。我唔知啊。但你就聽唔到拖垃圾聲。咁但係你之後有冇話聽啲街坊再睇翻呢件事？冇啊。係咯。我哋都唔熟嘅。案發嗰時唔喺度住嘅，我唔喺度住，即系唔喺度住，我去咗翻鄉下，我翻咗出嚟先。哦，咁但係即係一兩日我就翻咗出嚟。咁翻到嚟咪好驚咯，聽到好驚，我初時好驚，依家就冇乜嘢啦。係咯，嗰陣時行我嗰度咧，個心好似寒一寒。個心寒啊！依家就冇嘢。係咯，因為冇諗過會喺呢啲地方嗬會發生呢啲事。係咯，咁但係嗰時有冇話聽啲街坊啊，即係講翻呢件事啊？都係有啲講下㗎，真係好驚啦！咪人命又唔係咁搞到咁樣，依家講起嗰啲人真係～13年啦，講起都話有啲驚驚地。我哋當日去到現場，即係發覺，喂，佢真係嗰個服屍嗰個地點，真係完全係喺佢門口咁滯嘅，差唔多552嗰個門口。就係頭先我影到嗰個位置啦。係啊，所以佢哋都有少少會講起都會有啲心怯。咁但係頭先聽到嗰個鄰居講，佢話其實聽到三下槍聲啫。
我又覺得奇怪其實這麼大的槍聲在這麼近為什麼會聽到我自己覺得剛才我說過其實普通人對於槍聲這些東西沒那麼敏感，可能你聽到的時候其實已經不是第頭三下來，可能之前已經有了三下，然後你才發覺是會有槍聲，其實自己不是那麼清醒記得，不是警察有這個訓練和他經常聽到槍聲，槍聲跟那些炮仗不同，散一點的槍，砰 清脆一點，但因為普通人直情是沒有那麼懷疑那些聲音，可能當他聽到的時候可能他在睡覺或者看電視，他根本就沒有想著會有什麼聲音，當他聽到聲音的時候可能已經不是第一下來了，可能已經是第三四五下都未頂，因為開六槍是肯定的，所以隔壁那邊說聽到三聲，可能其實只是他自己的感覺聽到三聲，實際上是開了六槍，還有我最初有聽到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就說不是說鬼那些，而是那些鄰居言之鑿鑿就說在案發前 是有人拖垃圾，我心想其實你會不會有人拖垃圾，其實你未必很覺，有時你家裡有燒聲或者開著電視，你其實都聽不到的，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很言之鑿鑿，肯定是有人拖垃圾，可能因為警察會問任何有關可疑的東西，他們想起就會跟警察說得很正常，但只要有沒有真的有關聯，這個警察去查，因為現場是有三袋垃圾在那裡，而且就在那個房間門的右手邊第一個單位的旁邊，但是又好像沒什麼影響。 因為當時有三袋垃圾，而兇徒又戴著口罩就懷疑會不會是扮清潔工人，我相信是，你相信是，有這樣的可能，你相信有這樣的可能，因為在那個樓那麼多陌生人出現，他扮這種拖垃圾，很符合這個事件出現的情況，出現的人的時間日期需要這種人物出現拖垃圾，所以沒有人留意到他。但當日我和你的花家姐和另外兩個朋友一起上的時候，其實都沒有人理我們。 我們都在下樓梯搞了很久，搞了一段時間，都其實應該沒有那麼多人力去巡樓，反而在那一段大概，當然沒有那麼好保安，也有保安，不過只有保安在下面，他不單是那麼巡樓，另外其實當日我們大概在那個樓了一個多小時左右，反而看到很多居民在後樓梯上上落落，這個就反而多，我們看到兩至三個人，因為那條樓梯不是那麼靜局，沒有人用的，是很多人。 因為我以前住六樓，很多時候趕時間都是我直接是在樓梯那裡對著樓梯就走樓梯下去，可能因為那裡低層，所以很多住戶都反而寧願上下樓梯，直接一點可能不知道去哪方面，去哪裡近一點，所以如果有個兇徒長期伏在後樓梯那裡打算犯案，其實他是很容易被人發現的，起碼他沒有合理解釋站在那裡，很容易被人看到或者有人見過他都未定，因為如果他留得超過一個小時，我相信是有人走過的機會都不小的，我們留了個多小時 關於剛才我們播了一段模擬片段，關於兇徒是怎樣搶槍和殺人的，好像你各自都有些想法，為什麼他要這麼兇狠、這麼冷血，要開夠五槍令到他置諸死地，其實第一下天靈蓋再加多一槍後面都死得，應該要開這麼多槍，所以你又怎樣想？如果對於一個有良心的人，你當然不會做得這樣，一路永日不要留下任何一個線索， 即是有個滅口的心態，所以就要連續開五槍，確保你一定是死了，萬無一失。第一個問題就是一個懂得開槍的人，你想開六槍很快，一二三四五，很快。我就想問，如果一個普通不是很懂得開槍的人，其實是不是那麼快可以連續開到六槍？他覺得你 開完一槍一棒，那個人都會死了，夠了，有識開槍的人就連發開，發發發發開，這個人其實他是很熟悉槍械，或者是經常使用槍械，起碼有玩槍的應該。講一講他玩槍，不如我們又聽聽剛才我們幫我們模擬片段的阿峰，他玩開槍，他可以講一下他覺得當時究竟這個兇徒的心理狀態是怎樣，或者他做了什麼推測呢，聽聽。 如果是以模擬片段入面的動作，就比較有可能做到他當時的環境的情況，譬如說他趴的動作、他伏屍的姿勢、一連串，我覺得其中一個可能性是這樣。
你覺得佢有冇可能佢唔係匿喺嗰個房煙門後面嘅咧？有冇其他位置佢可以伏喺度而做到相同嘅結果出嚟嘅咧？其實難嘅都，其實難嘅啊，因為譬如話一般警員，即係如果以我認知啊，以我認知，再加上頭先睇過現場嘅環境咧，其實比較難。除了在那個防煙門後邊之外，是沒有地方可以匿藏。咁你覺得他在後面的時候，其實他是捕捉緊一個咩時機走去想去殺佢嘅咧？個兇手是徐步高的話，他自己本身是一個警員，他都會熟悉那一套嘅程序嘅，因為他明知那個那個案件是虛報的嘛。他應該會估計得到當其時的警員是在做緊啲咩動作嘅。首先就是派完門冇人應啦，又打翻上台啦，跟住就聯絡翻報案嘅嗰位事主啦。我估計他應該會估到個時間，然後再應用翻個時間差就走出去襲擊阿梁成恩。咁譬如話阿梁生當其時，因為佢係揸住電話噶嘛，咁如果喺呢個時候個兇手上前去襲擊佢的話，佢已經係少咗一隻可以自衛的手了，已經係咁相對嚟講嗰個成功襲擊的機會是大的，係啦，同埋亦都因為呢個因素啦嚇，咁佢成個兇手成功搶到槍的機會亦都加大了咯。有一個講法就係佢哋其實根本係冇身體接觸，係啦，咁純粹就是某呢個兇手咧就係用個槍去指嚇佢，令到佢跪低嘅啫，即係覺得有冇可能係呢個情況咧？我相信身體接觸就應該有嘅。點都會有啲嘅，咁但係個即係我覺得個著眼點應該係個兇手佢本身會唔會已經預早有一啲自我保護措施，例如話戴手套啊、戴面罩啊，諸如此類咁嘅動作，去防止佢自己身上有任何纖維或者毛髮之類嘅嘢俾梁成恩沾染到咯。即係一個比較熟悉槍械嘅人啦，咁佢做呢一單案，其實你覺得佢會唔會自己咧本身係有一個即係可能喺屋企模擬過，或者係即係私底下去試過一次成套動作，定還是一嚟就已經可以咁熟練做到呢件事咧？如果係要試練的話咧，因為其實冇對手噶嘛，即係整個流程只不過係可以憑空想像嘅啫嘛。咁我覺得佢唯一成功嘅機會有部分係來自於他在警隊的時候所接受過的訓練，對一般警隊對於一些案件的流程是怎樣處理各種的因素成功這樣去令到他可以做出今次的襲擊行為。剛才我看到你一下動作呢，就是將那個受害人呢反身咁樣帶落地嘅。呢一下呢係咪一定係需要，你覺得係咪需要啲受過即係柔道或者其他嘅武術嘅訓練嘅人先會做呢一個動作呢？我覺得嗰個反身嘅動作一般人都係會點認識到㗎啦。咁我相信個兇手至少係有呢方面嘅相關基礎，再加上環境因素啦，佢先至可以成功咁做到嗰個動作囉。其實佢基本上天靈蓋一槍同埋背脊一槍都可以講話係即係差唔多冇命㗎啦，應該。你覺得兇手當時點解仲要咁兇狠咁樣去補多三槍呢？你覺得佢嘅心理因素係點樣咧？當時個情況點解要令到佢咁做？我覺得兇手點解要喺搶槍之後開完兩槍嗰所謂嘅致命傷啦，之後仲要補多另外嗰幾槍咧？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同嗰個第一次殺人嘅心理壓力係有一定嘅影響嘅，係啦，好可能個兇手佢當其時殺完人之後，佢覺得未必足夠嘅，開過兩槍，又或者可能佢嗰一下已經對佢造成一個某程度嘅心理陰影啦，佢覺得需要咁樣做，去補多幾槍先至離開，我覺得係有咁嘅可能咯。咁你自己覺得呢單嘢嗰個兇手係咪真係好大機會係一個警員啊，一個紀律部隊嘅人員？如果在未知凶手是哪个的情况下呢，我会归纳他是一个有这相关知识的人。第一，他未必是一个前执法人员或者现职的执法人员，他只需要是找到一些相关性的资讯，譬如说他身边有朋友是执法人员，或者他可以從某些途徑去得到這些資料，其實他有足夠的 information 去做到這件事。但到真正埋身搶那一下，你覺得其實都會實際上有什麼難度出現的呢？可能實際上有難度就是不在乎於被襲那個人他當時的反應是怎樣的。
的了、即這個是我覺得是一個影響的因素的。但他不是說那個槍呢其實他是直發式呢、他說一定要是這樣才拿到的嘛、即是打側是會搶不到的嘛、是不是這樣的？其實如果根據直發式的槍袋呢，一般就例如說我剛才在示範片段啦，在示範片段入面做的動作，其實很大機會在拱跌或者整到梁成恩的那下就已經攞順勢拿出來了，因為現在所用的都是一些所謂防止別人從後搶槍的槍袋來的。咁如果以翻當其時嘅直拔式槍袋嚟計咧，其實佢可以順勢揸住槍，鬆開個紐扣之後，就已經可以將支槍滑出嚟噶啦。好啦，咁我哋依啲片段咧，今日即係播到呢度啦嚇。今日頭先都播咗好多次啦，咁大家都已經完全了解噶啦。有咩補充啊，王 Sir？如果根據係佢本身中槍嘅情況啦，根據法醫同埋呢個係鉴证专家咧就认为咧系同呢个子弹有关嘅，嗰个中空子弹系嘛？警察用一种叫中空子弹，好多地方都咁用噶啦，但系香港都系依然咁用嘅。系俾啲中空子弹嘅相片大家睇下啦，一阵间你继续讲啊，系啦。咁咧就主要原因系因为喺九十年代初咧，系计欢嗰啲悍匪太劲啊，咁咧就经常有加头博火，系第24张相嘅。咁如果系用翻以前嘅子弹咧，咁就会好容易射穿人的身体，咁变咗好容易打中其他途人，即系可能你射中个贼，但系粒子穿过嗰个贼嘅身体，跟住就可能流弹打中后边嗰个途人。咁呢个警方就系谂到咧，就用呢个中空子弹。所谓中空子弹咧，就系话佢本身咧就系嗰个弹头咧，系有个凹位嘅。咁咧就当进入人体一阵咧，佢咧就会系碎裂啊。咁基本上呢一个就系中空子弹系嘛，就呢个系啦，即系你睇个弹头系一个凹位嚟嘅。所以話中空就有咩意思？咁另外就因為佢咧就子彈速度咧，同時咧令到咧佢呢個彈頭變咗個血滴子啊，即係入邊轉啊，即係散開咗啊，即係喺裡面會爆嘅。即係佢一射出嘅已經開散開嘅啦。咁當係到人體嘅時候咧，就咧就造成嘅傷口咧，等於佢粒子彈嘅兩倍咁大啊！嗱，俾一張相大家睇啦，我有少少血腥噶，幾恐怖啊！呢四級㗎，大家四級㗎，呢一隻狗咧就係等愛護動物嗰啲中咗一個中空嘅子彈嘅，即係我哋想話俾大家聽，其實佢係會點樣爆發，就係喺個身體嗰度散曬出嚟。嗱，咁咧中空子彈最好嘅地方咧，就係話佢通常都唔會係穿出人嘅身體，即係唔會影響到後邊嘅人啦。但係咧佢唔好嘅地方咧，就係佢會係因為佢個伤口太大啊，佢咧会同时咧就割断咗人嘅神经啊，咁啊会点咧？咁个人唔觉得痛噶，即系中咗弹咧就唔知嘅其实，咁咧就即系点解开咁多枪咧？其实佢可能佢开头谂住一枪天灵盖就佢就喐都唔喐得啦，系啊系啊，但系嗰情况就系佢天灵盖中咗一粒中空子弹咧，原来佢本身系冇感觉嘅，因为佢本身神经系已经系他以为他未死，所以他还有可以做到反应，即是他还动的，还动，那他想着还可以反抗，那于是他背着再中到再打多枪，但依然动，于是他就索性令他正面再中几枪，于是他就是不断地打，打到他不动为止。那徐常，我真的想问你一个问题，这里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第一次开枪？如果你当时，以你当时想，他应该做了这么多年警察，成日都开枪的了，一年有三次射击。我们假设他不是不知道他是哪位，不知道他是哪个做这个凶徒，你觉得他是不是很熟悉枪械呢，给你的感觉？如果熟不熟悉枪械我就不知道，但这个人是非常凶狠，想真的想不留下任何手尾。这个就很明显给你觉得的感觉，这件事他想做他就说他的体能，他的那个很 fit， 他的肌肉非常旺盛，等于我见到你的嘛，我见到花家姐，我一看就知道他的体能一定可以制掂你的，一定就掉下来，就是很有自信，他觉得一定可以制服到对方，抢到枪。咁啊，都要读一下啲听众啦，喺个 Facebook 啦，佢哋都就好有智慧嘅都吓啦。咁啊，好似子欣咁啦，佢就话咧，因为佢话睇下讲咩先吓，佢就话即系佢话如果真系徐生做啦吓，佢话因为有个传说啦，第时可以问翻你系咪，就话佢即系几次升职都唔合格啦，升级都唔合格啦，咁佢内心好仇恨啲警察，即系觉得我咁掂我都升唔到职，会唔会当时佢就好嬲，咁啊觉得咧自己要大开杀戒啦，就要即系搵一个嚟到祭旗啦。
有這樣的想法咯。 這件事我推不到，但這個有些粉絲就是專門跟徐寶高是這樣的人，性格是這樣的人，因為你現在要說回，其實都希望下兩集講徐寶高的時候都找到徐Sir做少少訪問，因為徐Sir真的大家都是姓徐，都是在，我們就都跟他隔一隔，但另外一個夥計跟他很熟，他今天沒有來，劉先生記得嗎？記得，他不敢想鏡。 跟徐寶高一起，即是你身後就首先跟梁成恩做同事，接著你又因為這件事又遲了半年，才可以離開梨木樹警署，就要調去第二個警署，調去哪個警署呢？就是調去青衣警署，跟哪個一起搜呢？就是跟徐寶高一起，正式搜，即是我今天是A隊上班的，我會B隊拍C隊拍D隊，即是你四個DJ，有時會交換，交換，不是交換，所以都會有機會大家一起，實見到他的，因為我做DO，我做節日官，實會見到他的什麼案件回來，一向我報告，實會見到的，那都不夠奇怪，最奇怪就是當年跟梁成恩對調了一間陳子坤，那個警員竟然後來到大嶼山，東涌，都撞到徐寶高，但他當然不知道，這個人是有機會是累死了他的同袍的。 你會不會想起其實挺心寒，你當時徐寶高跟你那個，就是這個人，對我來說是上司，對伙計非常好，亦都是前輩，我是警員警長升到事實，還有經驗什麼都在給他好一點，他對你就很尊敬，非常喜歡跟他傾偈，我跟他之間就沒有傳了階級之間的糾紛，真的沒有一家人，但他跟其他同事的關係又怎樣呢？ 一般般，他是牙刷一點，非常牙刷的人，即是很喜歡認聰明的，很牙刷的，其他同事是不是太喜歡他的，少少咯，就是說不喜歡害，覺得這個東西有些奪目，即是喜歡認聰明，表現自己，這樣。Leo Chen的子彈是他用自己手上的子彈，因為其實當時用中空子彈，不一定是他的槍，不一定是梁成恩的槍。這件事要問一下，因為為什麼呢？後來因為那支槍是失去了，是沒辦法證實那些子彈是由那支槍射出來的，是不是？王Sir，這個呢，我們都問過鄭華那位槍械阿峰，警槍就是史密夫 軍警十型的，比較容易買到的，但因為總統子彈是很多國家禁用，就不是那麼容易買到的，當然如果本身買到槍的時候，可以用槍，而且跟往後發展的劇情也不符合，如果你真的有一支左輪槍又有子彈，你為什麼最後用一支爛槍來行事，這是解釋不到的。 如果手頭上有幾支槍，怎會選一支爛槍來做呢？即是你搶警槍不奇怪，但你為什麼最後用一支爛槍來犯案就比較奇怪，因為那支槍其實是很重要的，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證物。當然在當時來說，甚至到現在來說，都證實不到三宗案同一支槍。 梁成恩中了五彈是由他的槍射出來的，為什麼證實不到呢？因為其實每支槍都有來福線，是不同的，每支槍的來福線都可以，其實這個亦都是一個血量的教訓，那就自從發生了這宗案之後，警方才設立了這個警槍的槍彈庫，那時候才知道誰的槍射出來來福線是怎樣，來福線，即是之前就沒有一個完整的記錄，知道哪支槍是來福線是怎樣的，之前是沒有的，所以就沒有辦法證實究竟梁成恩中的那些彈是不是由他自己的槍射出，證實不到。 其實那個來福線就說每一支槍其實出廠的時候已經有個記錄，他射出來的子彙其實就可以驗證到是哪把槍射出來，如果你有這個資料庫的話，其實這也是一個理論，因為來福線是受很多情況影響，即是你只要做少許手腳來福線已經不同，都會有分別，基本上現在來說過往認為金科玉律的槍械鑑證原來完全靠不住，都可以造假的。
好了今天梁成恩案我们都差不多了讲到这里我知道网上还有很多朋友在讨论我们再回应我们还有两集再回应一下你们跟着下个礼拜就会有徐步高的案件还有那个黎成案件我们都会讲因为这件事还有一个后续是整个完整的故事的今天也要多谢徐 Sir 先在这里徐 Sir 另外也要跟我们的听众还有两分钟一分零钟跟你聊聊天其实你刚才我听你说对某一集呢你的印象挺深刻的是不是为什么例如好像文信那集即是讲文信家族那个是的自己都云海那个其实没什么东西的在外国但是那集呢就无啦播了那段声带就是文信在法庭上面在那里抗辩那个声带那我心里震一震震一震啊是啊因为真的没预料到你会播吓你去到现场是啊不好意思啊好像说你不敢夜晚听其实我不敢夜晚听的因为我是一个都相比起来都比较细胆的人比较细胆啊看看你又不出你又不觉我觉得你样子都挺大胆是吗比假象你添其实很多听众都是其实听重温的当然听重温都是一个好的方法大家应该练大个胆了吧听了这么多集现在希望可以练大一点即叫我们不要这么恐怖是吧讲一些不要这么恐怖单案不恐怖的话我们就不恐怖其实我是照讲单案的嘛单案恐怖就恐怖的了还有今天信徒见到我样子都觉得很恐怖的了我想都不敢听了以后OK 那多谢晒Terence 你啦嚇，今日嚇親你係咪要報天氣突然間？有少少緊張啦，報得唔錯啊，幾好啊 ，OK 啊。好多謝你對我哋支持啊，咁啊希望你繼續支持我哋啦，同埋咧介紹多啲朋友仔聽我哋節目啦，幾好 sell。好嘅，同埋有呢個奇案迷會，話奇案迷會過咗係咪差唔多到1000啊？差不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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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太過突然了當然很傷心其實那幾年都接受不到我又在他們面前又不夠膽說傷心怕他們擔心好多謝阿曾生同埋冼生啦，即係嗰件事可以水落石出咯。人鬼同路，一个欢迎警界、贼界、人界、鬼界，全世界收听的另类节目《东头湾道99号》，逢星期四、星期五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花家姐、艾力力同你爆尽。奇案猛料D100 香港台 Hong Kong D100